来学习一下第二段的短打的一个动作啊，大家先看一遍我的示范。好，我这面，我再反面再来一遍，马步站，这里面的难点呢，在哪里呢？如果是初学者的话，在马步架打的时候，马步架打的时候，上步擦掌，往上脚锁，下压，穿掌，下勾，这个穿掌和下勾是两个动作啊，大家不要做成这样，一定要是穿掌出去，然后再下勾，瀑布下来以后，这个腿不要起来。起一点可以，不要全部站起来啊！踢，弹踢，这蹲着，两个膝盖最好在一条线上，弹踢，弹踢以后，这个弹踢以后，脚勾起来，落步成马步，马步跨圈，这是第二段的要点。还有后面的那四个弓步冲拳，大家注意了没有？做弓步冲拳的时候，身子不要往前侧过来，把劲全部发出去，然后这个腿尽量抬着，不要站太高，用脚跟先着地，往前拉，往前冲，这是合到里，一拉一冲。这是第二段的这个要点，也是它的难点。大家一定把这几个弓步冲拳，也是在任能场拳叫一路倒锤，把这个多练习一下。这是让你找这个机理的，怎么适应蹬腿、转腰、瞬间，把这个力量整体。发生一个整律，它不是不蹬腿的，也不是只是转腰，蹬腿转腰，瞬间，这一气呵成的，拳要打直，一定要把力送到拳头上面，好，第二段就到这里。